丢丢丢丢。啊，而且你要把它回收。没有回收。其实我还藏了一两只。嗯，好 ，OK。啊，这个就是在讲。就是如果会有一个水的话，就是会有一个水的话。然后，假如好，随便我先考你啊。假如这边是 T1，这边是 T2。你这是哪一张？一只四啊，第四小节。第四小节？对啊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。啊，假如这样好了 ，T1 大于 T2。那你说第一张吗？对对对。在前面。对，很前面。就是中间一根小节。那这个我应该讲过。是讲你讲过？我暑假应该要讲。我不知道，我就照讲。那就这样，没关系了。好，那这个你觉得会不会有 convection？ 你觉得？对啊，温度低层，温度高就会往上跑。对啊，那你觉得不过是一定吗？绝对是一定吗？答案就是不是，那不一定啊，就是要高到某个地步。那他会那知道怎么做？你说，对，你说他有可能，你说，你碰他一下，他才会动。就是，对对对，就是他的，因为这个上去，这个，就是他要 convection 的话，就是要有，这个 back motion， 要 back motion， 就是。可是它也可以只有 thermal motion， 就是只有如果温度梯度不够的话，它就会被那压力给压起来，没有重力的关系，所以它就没办法热传，所以没办法有 back motion， 这样讲不要讲热传，所以呢这个所以要怎么算做这个题目，就是你先假设有一小块，然后这个。这一块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位置是 z， 然后你往上移一个小小的，看它用什么 rotation 隔绝它的，往上移一点点 ，adiabatic 的移 ，adiabatic 的移，移到这边了，对的，所以就 p 会变 ，adiabatic， 所以 s 不会变，对吧？对啊。就是还是 isolation， 就 adiabatic 就是那个，就是 s 不变啊，就是等熵而已啊。等熵不是isentropic 真的哦，那绝热了，绝热，绝热，对。绝热是不是指说呢，它能量不变？对，就没有 Q 进来。所以，我写一下啊。通常这样的 U， 怎么写啊？就是那个公式是什么 ？U 等于，讲一下，就那个 H 等于 U 加 P， 是吧？没有。等于啊，你这样算什么？他这边好像不是用 H， 我说他符号不是用 H， 他是用他那个是 entropy 吧，对 entropy， 然后 entropy 是 S， 嗯，然后他说adiabatic 是绝热，对绝热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它 S 不变。S 不变，它没有 S 不变，它不是有 S prime 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先讲，就假设我不知道的话，这一段是 adiabatic。我等一下再想一下 adiabatic。所以是这个嘛？所以
所以这边移上来之后它就是 P prime， 然后这也是 P prime。 好，然后要比什么？如果要convention 的话，代表就是 unstable 嘛。对对，因为它就开始流了，开始流动，所以代表这个原本在这边的是什么？原本在这个点的，原本在这个点的是这个，对对？所以呢，如果呢它要继续往上的话，是不是代表它的那个大小要比它还大？因为体积大的话，密度就小，对不对？体积大，密度就小，所以它代表它很轻嘛。所以你是说有时候它变，所以就是这个要比它大，好不好？就会 convention， 所以它要比它大，好，对，应该是没错，对，没错，对，没错，哎，我看一下，哦。啊，它上面是用那个对，就是不 convention 的，反正就是，哦，发了课本了，就是对，这样子的话就会 stable， 好不好？反正物理就是，它比它小的话，就它比较重嘛，比较重它就会掉回来，所以就 stable， 就不会那个，就不会 convention， 就不会有 back motion。比谁重？比原本那边的重。对，原本这边的重，对吧？因为你移上来之后。它是这样嘛，然后我觉得这是原本的，原本，好不好？再讲一次，我分两边好了，所以这个原这是原本的好不好？绝乐会等伤吗？绝乐会是肯定的。原本是这样嘛，这边是 P prong S prong， 这边是 PS， 然后你这边也是 PS 啊。绝热只代表说能量没有进出。嗯。那它没有不一定会整伤。老板，我们看一下那个是不是有什么？我想一下啊。我不知道啊，你看2.8哈，三是什么？三是那个底 U 分之 T 吗？底 U 是零，对，底 U 是零。啊，如果你现在温度不变的话，对。那你看一下那个2.8哈。哦，对，他就说你那个。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叫1.8，奇怪。他是说每质量的上，那跟爱神差别是什么？就一样啊，他说就，他后面不就说这样就是爱神差。你看一下啊，我其实不太懂啊，你看一下。对，他说他的 adiabatic 就是指 S 等于抗生，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他说这个就叫 isentropy， such motion is said to be isentropy， 我不知道是怎么倒下来的。可是前面又写的更明白了。不怕绝乐定义，绝乐定义不是。绝乐膨胀，绝乐膨胀，它没有任何热交换，所以它只会有做功能。哦，我好像有点知道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因为 dQ 啊 ，dQ 等于 T 点是吧？对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是点啊 ，adiabatic。所以 S 等于 constant。对吧？对啊。举了热代表没有那个热的，可是你可以对外助攻的。啊没有啊，你的，啊你的伤就康成啊，你对外助攻没差、啊，不用管那个、啊。Q 是指内的没错，就是内部怎么样，你对外助攻的话，会把人内部怎么样偷走。DQ 等于 TDS 减掉 PD。哦，那是 DU 是不是？随便啦、啊，好的，然后那按下每个项，后面几项？没有吗？你说他 V， 你说他有 DU 要？嗯。我也对外做工啊，假设没有那个，假设 ideal 哎、欸，假设 ideal 是不是就没有？跟 ideal 没有关系。ideal 就是 ideal 才容易计算，就是 ideal 的话肯定会。我看一下啊，等一下。dw 等于 t 点加 v 点。下面那个是指，跟这个是类似，就是可是你要做一下，这个二至八下面那个是指我之前有导过，但是不是很麻烦。那他现在等三流就是指说，好吧，就当成他的假设了。是什么？我不确定，想一下，没有假设啊，感觉是热力学可以导出来，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。这个要看他另外本那个统计力学，嗯，好吧，那先往前啊，哇，绝热是指没有热能那个交换，而且可以有那个压力的做工，这样，那你温度也会改变吗？虽然你温度会改变，但是因为你是。对啊，这个我这个式子完全没错，但是你这边感觉 dU 啊 ，dU 会等于，我不知道不同式有不同的式子，这个式子绝对的，那你这个等于零的话，等于所有的东西都会去拿去做功，所有的能量转换都是来自于做功，那这样子应该有点道理，就是你全部的能量转换都是来自于做功，而不是来自于热这样。这个是因为热的交换，这个才是热的交换。如果这是零的话，就代表是所有的能量交换都是在这个，所以这个应该是零。好，第一当然不会是零，就 dS 是零。我是在想，是啊，没关系，我也在想。反正就是找，所以我们就得到。stable 条件是这个 ，stable 条件相减。这样就会 stable， 然后就把这个展开，对那个这两个展开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等于 ds 嘛。所以我看一下啊，就是 ds 底力，就是挖型的这个，就等于加上
partial re partial可以先准备一些可以跑的东西啊。对。然后。那个 DS 底下 DS 底在 C 底。那老师跟你讲，不是真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快换。对，然后他这边底 Z 就写成那个。对对对。问他可不可以实习？那是 DS 啊，不是 S 啊。没时间。对对对，好啊，反正会得到这个。理论上 P 固定，然后就会得到这个。好好好，我们再导这个大于零。好，然后下一步呢，就是哦，用这个，这应该是什么马斯洛 iteration 之类的。这个好像是一个马斯洛 iteration， 好像。哦，我就不抄了。然后就把它换成 partial。这个我之前打过，我不记得我那个时候有没有卡住。对，这个那这个东西应该不算好的。对啊，没关系啊。你要根据那个 CP 的数字去导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因为 CP 跟那个 T 都是正的，所以就不用理它。所以就现在导到这边，再导到这边。Okay. 然后因为这个就是没原因啊，这个就除了那个4°C 零到4°C 的水以外，这个都是正的，大部分的物质啊，这个都是正的，就是你温度升高，你体积一定变大，好吧，除了零到4°，所以就又变这样，好吧。所以又变 DS DZ 等于零。那 DS DZ 大一点。所以再往下的话，就要把这个东西展开。所以再把这个东西展开。紧急救援卡。把 DS DZ 展开。DS DZ 就会等于 D。对，然后就，然后就可以把它换一换了。哎，子俊下课了。哎，我刚看到那个他同学很热烈的发问啊。是吗？是吗？可是，哦，他是来问作业的。对，我就说，考试前大家问一问。哦，所以他们就来问你作业了。不错，这学期就这样结束了。下礼拜还要上吗？下礼拜应该不用吧？不一定不用。对啊，跟老师讲。下礼拜是不是要考试？礼拜几考试？礼拜四。那我并不知道，我随便讲。那就不用，那就不用上了。好，拜拜。好。那个什么课？服务对啊。好，然后这一项的话会等于。然后这一项，然后会等于这个会等于，哎，不等于什么？反正就是满足这个项，这个是满足这个项。我记得不是每一个都是可以用当前。没关系啊，不重要。不重要，你到时候还是答不出来啊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这个会大一点啊。然后就会得到那个，就会得到最重要的那个结果，好吧？因为 DP 底是负 G 力啊，负 G 力就是 P 随着速度变化，负捞 G 吧？哦，哎，等等，可以啊。Delta P 等于负捞 G， 这边负捞 G 就是捞 G， 然后这边捞就形成。对。
把三个，哎，那这样是没有东西了吗？对，没有东西了。没东西了吗？对啊。哎，那发球 V 发球 T 是什么？哦，没有，发球 V 发球 V 就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叫丢汗啊。哎，我先把字写出来。对，底 T 底力，因为底力力很重要啊。底力力就是温差，然后会大于。飞象是什么？飞象叫，飞象叫做那个，飞象叫 thermal expansion constant， 就是他们会叫它贝塔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来我看一下，这个前面有用到，叫 scale high， 要怎么弄呢？刘海要怎么弄？刘海。好。你要算的是理想阶梯吗？还是说你算到这边就行了？嗯，没有，这边有理想阶梯的，这个不用理想阶梯，说 DP 再把它带掉，通常是算到这边哈。四之五就是理想阶梯。哦，对对，四之五是理想阶梯。哦，那算这边了，就不用假设一样，假设一样你就可以，他说贝塔 T 或是 E。对对，贝塔 T。理想阶梯是什么 ？PV 等于 KT。嗯。然后你现在算什么？贝塔 T，P 不变嘛，所以 P 是这个不变。对 ，V 是什么 ？V 是 NK 除以。你等我，这写错，这是贝塔 T， 这是贝塔 T。那你现在对谁？对 T 就是我们平常讲这个。靠背，靠背，对不起，三小。哦，我写错了。哦哦，对对，那个是贝塔，是我这边写错，三小写错。我们要算贝塔 T， 贝塔是这个，然后再除以 V 嘛，两边除以 V， 两边除以 V， 然后 PV 又等于 NKT。哦。这是贝塔，贝塔 T 就等于。哦。没错。啊，这个就这样。唯一答不出来就是。没答不出来是前面的。四之一下面那个。这个是我经常忘记的，它不是每次都要理论学。它不知道是什么、啊。它是你要根据那个 CP 的定义，那你可以把这个单定义下，它是就很不自然。CP 是当你控制你的 pressure 的时候，你的内部能量怎么样，就是它其实是发球，它是定容比热嘛，比热是什么？每增加一度的温度。它增加多少能量？对，发球 T 吧。还有 T， 然后外面有 T 就是 CP， 我经常那边打过东西。你假设理想气体好不好看？对，理想气体很好看，还有我不知道球什么。因为我之前打过来，但是。一时我不一定能到上面。你不答这个要做什么呢？那 V 要怎么出来？CPT， 你要弄出 T 出来。那怎么样才 T？
就是热力学方趋势。所以它是固定。回去看我影片应该可以看到。好，对，你知道看你的影片。想说你要看你的影片。你影片有人在看吗？有些有人，有些没有。最高是那个超能力的好像。我四元素感。其他大约四个那个。四个人。那十个人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我先把它关掉好了。怎么一直讲这样吗？对啊。